你们见过那个玩意儿没得？那、这个叫斗桥，我们那边儿有些地方是叫簸箕，是用来晒粮食的。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反面，这一面是这个样子，很多拿来晒豆粉，还有晒那些晒点儿那个咸菜那些啊，啥子那些都可以。这个是纯手工做的哈，在我们川渝等地。很多家庭都有。这个是老师傅编的哦，在我们那边那种斗枪啊，是卖的200块一个，200多一点儿。哎，有些地方啊是卖的300，但是啊，这种传统手艺啊，现在会的人不多了。这个要差不多要2天哈，嘎。啊，要2-3个葫芦，还有成本。你说是打200块钱的话，300块的话，还有成本才搞几十块一天。之所以这种传统手艺做的人少，还是因为跟经济效益挂不上钩，很少人会这个手艺了。会的啊，也是搞不好。你看这个东西还是编得很精致的，这个是用的工具，我们这个刀用了好多年了，都磨得变了形了。啊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哎，你们那边那种斗枪卖好多钱个？可以给我留言哈。